大家就是说来做这样的一个讲习的内容呢，分成三个部分，它分成技术、时尚还有新潮减法，将分别由这三位教练来轮流进行示范。第一次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教练，所以我觉得呢，他也是历史性的一刻，也是一个里程碑，让我们欢迎他们。其实灵感来源是不是无处不在，只要你有心去把它最美的东西、打动你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，当你进行创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运用到你的作品当中。因此呢，你的灵感来源可以跨界的，可以跨领域的啊。你要只要是美的东西都要把它吸取过来，然后进行重新的把它组合，然后来运用你的创作啊。今天的程序呢是这样的，首先呢我给大家展示，这是我擅长的一个领域，叫做技术类啊，技术类叫 technical。也很重要，整个线条的通透性是从底部根部开始延伸的，背这个圆弧这个尾巴都要用到、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是外轮廓，外轮廓的起点在哪儿？都在头皮。比如说这款设计其实是源于两个点，一个点在这儿是个圆心放射，从这儿开始旋转到后边炸起来，旋转到前边连起来前面这个炸。一定手必须要拉紧，你在修剪的时候你手拉不紧的时候，就会导致什么呢？导致你剪完这头发，就是这个特别你上场比赛的时候，你就会导致这头切口它不齐，之后你去修整去调整的时间太长过于长。实际上在后期这块哈，在剪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你不要把这时间拉的时间太长，特别比赛的时候。我在剪那款头，在赛场剪头的时候，整体轮廓完全剪完是在5分钟之内完全剪完。都看到什么形态了吗？是吧？用个爱心献给大家。比赛确实它需要梦想啊，因为只有有梦想你才有动力。所以变得有时候的话呢，比赛不要说我多少岁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去比赛不一定的，可以看一下啊，比赛它确实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啊。从这款发型里面看到，它是从它去延伸过来，啊，延伸过来。只要我把我平常做的东西，可以把它加长去练习，啊，加长的去那个让它更加有美感一点，我相信还是可以的。很多人认为做时尚的东西肯定是动态东西多一点好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整个发型的话，你不是做表演，做表演的话无所谓，但是做比赛它有评这个。好与不好的时候，一二名的时候，你哪一些是最代表你的技巧的时候，那是最关键的。Я делаю stage makeup podium конкурс. Какое платье одели на модель?Подиумный макияж должен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 модели платья. 因为老师他一般是专门画就是国际级比赛的妆，然后呢，所以通常老师会依照模特他的穿着，然后他的打扮来做就是彩妆的设计这样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右边的妆容啊，因为有白色的关系，所以让他的那个图案能够更明显、更鲜明。任何就是妆容都可以用这种方式。